今天晚上的作业，把我刚刚写了一半的这个修改功能给我做完，可以吧？OK。然后请注意，这里有个权限列表，能看到吗？权限列表里我这里是不是也有啊？点一个角色列表，没有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点一个权限列表，是不是也没有啊？好了，来注意，它这里呢有一个叫权限列表，能看到吗？就这个东西，能不能看到？很简单啊，很简单，来把它写完，自己实现，完全自己实现。说白了，你找到接口，请求把数据编列到表格里就完事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没有了，真没有了啊！好了，就这么一个任务，但前提是你得把我今天写的代码全部都过一遍，好吧？OK。